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欢迎收看瓜牛哥带来的《荒岛求生》。很久没有录《荒岛求生》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人物状态怎么样了？怎么下雨了？哇，上面好大两坨云！哇，真的下雨了啊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状态，口渴加上饥饿度其实还行啊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解决，哎，打开。哦，按住打开，哦，开箱了。我们这里是不是可以避一下雨？这个有点奇怪了啊！这个集装箱怎么漏雨呢？跟外面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啊。这集装箱有点搞笑啊，居然漏雨。好吧，我们出去了。我们现在其实，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移到集装箱里面去啊？好像不行啊，好像不行。那我们现在做点什么东西呢？我看一下我手上，哦，我手上有肉啊。我们现在饥饿度还是差一点，来，我们直接在雨中点火，能点着吗？看一下啊，能点着不点着？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好像点不着啊，还真点不着哎，什么情况？真的是下雨的原因吗？还是里面的柴不够了，好像没有反应啊，没有反应，估计是里面的柴不够了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们手上，我们去找一点木头，找一点木头，来斧子，走，我们去找一点木头回来啊，找一点木头回来，看一下是不是因为少木头的原因，来，用我们要生火，生火了之后我们要烤点肉吃啊，要不然我们饿死了也不好，对不对？虽然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得解决一下食物的问题。走，而且这里还有几个野果啊，野果椰树都是不错的。来，我们切换我们这个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把这个丢掉啊，占我们的位置，来切换我们的木头填充。哎呀，真的是没有木材了啊，不是因为火的原因。好的，我们这个切换我们的钻火器，来走，现在应该可以点着了啊，着，什么情况？哦，那好像还是，哎，着了，我的天，很 nice 了啊，现在有火了，看见没？哎，我怎么听到了一个水一样的声音呢？是这里吗？这里有水，看见没？我们可以喝。哎呀，美味呀！看一下现在的状态，水怎么还差这么多呀？哇，天晴了，水已经全被我喝完了。看来它的水量也不够啊。这个我们拿起来啊，这个可以填充的。对，来，它需要这个叶子啊，这叫棕树叶。棕树叶它需要放在底下才可以吸收水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们这个火先熄灭掉啊，然后我们去找点石头，手上有石头吗？好像有，哎，有石头啊，我们来做一个这个火坑。对，火坑我们还需要一些东西啊，来看一下啊，火坑我们要做烧烤架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烧烤架在哪里，好像不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吗？这是家具，这个是工具，好像都不是这里。这什么东西呢？建筑，是不是建筑？好像也不是要建筑啊，制作。哎，这个啊，这么火焰喷射，怎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？一个绳子三个木头啊，一个绳子三个木头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手上没有木头，绳子有了啊，绳子有了，看一下，我们先把绳子做出来。嗯，绳子有了，对吧？三个木头，走，我们去砍木头了。木头其实也很好解决啊，这边各种树，还有这种枯树木啊，都是直接可以把它砍出树木来的啊，所以我们完全不缺这个木头，三个木头嘛，把这敲了就有了。好的，三个完美，走，我们回去，回去我们可以搭上我们的烧烤炉，对不对？来，是哪里？这里，它
为什么叫什么火焰喷射，我就有点不明白了啊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烤肉是不是可以放上去了？搭载按住一，哦，放上去了啊，只能放一个，哇，一次只能烤一个梨，真的是。来吧，点火了啊，我们有烤肉吃了，看见没？那我们饥饿也解决了啊，基本的生存、水、食物我们都已经解决了啊，我觉得还是非常舒服的。下期视频我们去海底探索一下，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我们可以使用的啊？至于这个烤肉什么时候烤熟能吃呢？说实话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水我们很充分的啊，现在看见没？很 nice， 很 nice。松树叶我们都有，这里也在烤，很香，不知道大家闻到了没啊？不知道大家闻到了没？看一下啊，近距离看，哎，我的人是在蹲吗？好吧，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点个关注，然后帮我转发、点赞、留言哦，谢谢大家了，拜拜。